早前因床罩风波致形象大跌的陈冠希近年收入锐减，据知他暗向圈中前辈取经，由于曾志伟在圈中相识满天下，所以日前陈冠希撇下女友前来争取机会相约对方喝茶。前日约5点左右，一个人现身丽园的他发现记者时怒视，但当遇到预先相约好的志伟却态度突变，显得恭恭敬敬，还跟对方阴声细细地说我出来抽支烟，接着双双进入酒店展开长达2个小时的喝茶之旅，直到晚8点便步出餐厅。至于两人为何会面，志伟笑着说喝茶喽，而陈冠希则继续封嘴。酷六娱乐新闻整理报道。